哎，真的有用。我好像醒了。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宝物都给你们了，饶了我们吧。中州的修士简直就是一盘散沙。大姐他们找到的宝物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啊。呆呆，开始整活，去抢他们最重要的东西。嗨，拿来一堆破棍子。这是什么缺德操作？多嘴的抢我们的法杖是吧？你们除了裤衩子之外，其他物品全部交出来。安妮是魔鬼。有病啊！第一次见脑葫芦这么清奇的人呢、啊。等着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蜘蛛嘛，被张毅打败就算了，竟然还被他打劫了，魔法贵族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。我们走，取张毅的狗命，让那些修士见识一下魔法的真怒。我们此番前来，他们那些人肯定会设下陷阱等着我。所以我决定、啊、不要啊，你们的身体去打探地形。哼，还挺聪明。不错不错，是个狠人。那就给你来点更狠的天雷术。先转移注意力，擒贼先擒王，吃我一掌。都是了没有手用、啊、张毅，你等着，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给哥哥。你可真是我的乖妹妹哦，这次多亏了呆呆了。仙墓已经被我承包了，尔等速速离去。当然了，在此之前找到的所有宝物都归你们个人所有。希望大家都听话些，毕竟我们张毅哥哥可是以一人之力杀死所有魔法师的人。与此同时，叶浩然和天道化身联手统治了西周的魔法师，继而成立了天盟。一时间，众多邪门歪道的修士都前去投奔。面对大敌，作为中盟之首的道宗召集天下门派集合，开始制定讨伐天盟的计划。根据可靠的情报，他们已经派人去了血渊。血渊？血渊是万年之前从仙界陨落凡间的血魔落地，尸身演化而成的深渊地带。血渊藏有血魔的几个重要身体部位，如果将其炼化，能造出强大的法宝。不过那里血气弥漫，能腐蚀修士的体魄，前去探索的人基本凶多吉少。这么说，天盟去血渊是打算接近血魔的身体部位，打造灭世的法宝。不错，所以我们要先派人调查血渊，去阻止天盟的人。血渊我去探险过一次，路很熟，我去吧。好吧。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，晚上小心青莲道长。说啥呢，我乃冰清玉洁之人，岂会有非分之想。走，时候不早了。什么人？青莲道长来也，让我领教一下你们天盟有多大的能耐。趁现在深入血渊。啊？真以为血渊内部无人看管吗？吾乃天盟高手，人称飞天剑女，李风心是也。初夜，我这是在哪里？